营养专家跟我说啊，人每天要吃30种食物才能够保证一天的营养需要。哎，这是我的早餐，您看有煎蛋、面包、牛奶、苹果，这才4种。我在想，30种都吃完了，那不撑坏了。今天啊，我请来了屈浩师傅，看看午餐、晚餐会教我做点什么菜，既吃得舒服不多，而且又够30种食物的营养。今天屈浩师傅带来的原料有牛通脊、豆腐干、芥蓝、芹菜、胡萝卜、香菇以及红、绿、黄3种颜色的彩椒，一共9种食材。而鲁豫除去早餐摄入的4种食物营养之外，还需要再补充26种食物营养。屈浩师傅能解决鲁豫的难题吗？刚才已经有4种食物了，咱们看中餐您能给我用多少种食物。哎，今天呢，咱们做这道菜呢叫锦绣牛肉丝。锦绣牛肉丝，你听有锦绣二字，就证明食材很多，很丰富。这个牛肉呢，我们先给它片成片啊。这切肉也是有技巧的哈。哎，一般，比如说这个牛肉，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切的时候，牛肉呢要切片呢，应该是横切片。横切片，因为它那个肌肉纤维啊比较老哦。这样呢，如果你要顺切呢，就容易塞牙了哦。但切丝呢，就别再横着切了，丝要横着切就全碎了。好，给它切成丝，放入盘中。好，哎，你来2刀，我来2刀，从底下来，从底下来，对，底下来，别太薄了，别太薄了，不行，成纸似的了。哎，您看行吗？哎，这还行，还行，哎，先放平了，放平了，哎、切丝，这对的了啊，哎，对，切丝，注意手，注意手。哎，您看，按着屈师傅的行介绍，您看我也切出了这牛肉丝。好，好，剩下我切，好，给您。这放在底下就掌握这厚薄，完全靠这个刀啊，就越压的死越好切。对，切成片以后，然后给它切成丝，嗯、丝，哎，要有一个滑的这样的感觉哈。好，好，哎呀，漂亮，西湖，好，然后咱们把它上浆，加一点点料酒，哎，加料酒，只要腌一提前腌一下，来一点葱姜水，这样呢让它先滋润滋润啊，这牛肉呢吸附点水分。这个滋润了，然后我们下一点点盐，一点点盐，盐让它入入味儿，可以了，感觉有劲儿了，有粘手的感觉了。嗯嗯嗯、然后我们呢就可以放淀粉了，放淀粉，对，淀粉，淀粉呢，我们注意放一点这个比较稠一点，再抓一抓，再抓一抓，哟，还真是上劲儿了，挺黏糊的。好，好，煎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上边可以用点油封上它，封住是什么意思？封意思让它不跟空气接触，省着风干，把它这一抹啊。就把那个不让它跟空气接触了，别上面干了，把干了底下还是湿的，搁时间长了上面干了，哎，哥哥10几分钟20分钟就起成作用，10几分钟20分钟。屈浩师傅用牛肉丝满足了鲁豫一天当中对于动物蛋白的需求，而剩下的这8种配菜又能给鲁豫带来什么样的营养补充呢？豆干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蛋白，对，这对身体也有很好的补充。香菇呢里面有含有这个香菇多酚，还能抗癌呢。芹菜也属于这个粗纤维啊，哎，可以把肠壁上的一些脏东西给刮掉。芥蓝呢去火，而这个胡萝卜呀过了油之后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也是对身体特别的好。而这个菜椒含有大量的 VC， 这些食材配合在一起，相信对身体应该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接下来该干什么？可以点火了，点火，锅烧热喽。倒多少油呢？哎，少许。好嘞，油也不能太多。拿勺来，勺，嗯，大勺会勺，大师傅配大勺。油现在差不多热了，烧凉油，哎，我给它放下去。好，我给您翻炒着，您指挥着，让我学一学。来，哎，一定给它炒散。哎，您别说，哎，按照这个师傅教的这个热锅凉油，您看一点不把锅底，这肉炒的还挺嫩。你看变色了，基本成熟了。哎，我们把葱姜丝放下去，好，爆香。您看我拿着大勺，有没有点大师傅的感觉？行，越来越像了，越来越像了。这有点不太到位，放不了，放不了。哎，这时候要给牛肉上色，上色，酱油，老抽，老抽。好，把牛肉盛出来，盛出来了，倒在里头，倒在里头。好嘞。接下来我们将配菜倒入锅中翻炒。再依次加入葱姜水、盐、水以及少量的水淀粉，倒入牛肉丝翻炒均匀。出锅前加入少许的味精，锦绣牛肉丝就完成了。
锦绣牛肉丝。让我先算算这里面有多少个食材啊？有牛肉，青椒、青椒、红椒、红椒、绿椒、绿椒、芥蓝、芥蓝、西芹、西芹、豆干、豆干，啊，还有香菇、香菇。今天是八种了，八种，加上我早上的四种，十二种，还得中午配上米饭才行啊。对，就九种了，九种了。这还离营养学家说的三十种啊差了点儿，别着急呀，晚饭着不？着吧。对，来，我先尝尝这个啊，尝尝中午的这个菜怎么样？牛肉丝还真是挺嫩的，一点不老。青椒也很新鲜，豆干，所有的酱味都进入豆干里了，味道很好，不错。中午这道菜啊，我得把它装到我的饭盒里。现在啊，很多人有特别好的生活习惯，就是如果中午去上班不太适应吃食堂的，就自己带饭。你看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好，米饭铺底，菜放在这上面。制作这道锦绣牛肉丝，我们需要将牛肉切成丝儿，用料酒、盐、水淀粉上浆之后静置20分钟。将配菜切成丝儿备用，将牛肉丝煸炒之后捞出，再下入配菜，加入盐、水以及水淀粉，倒入牛肉丝翻炒均匀，关火之后加入味精就可以出锅了。您学会了吗？到现在为止，算上主食米饭，鲁豫已经可以得到14种食物的营养了。在晚餐当中，屈浩师傅能帮助鲁豫解决剩下的16种食物营养吗？晚餐，我先给您来碗粥，这是八宝粥吧？这一下八种就有了，一下就八种了。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再来一馒头，这9种了，16种减9还剩7种，而且这吃的一点不撑。我再给您来一道小菜，叫大拌菜，什锦大拌菜。什锦大拌菜里头好歹一对付就7-8种、10来种了。您看，真是的，本来大伙一想30种食材，这吃了还不得撑的都走不动路了。但您看看我们早上的、中午的、晚上的，吃的既舒服而且营养又够了。感谢屈师傅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同时还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讲，我们天天饮食的天天有礼活动呢已经开始了，只要您登录央视网或者购买天天饮食的图书，把这观众意见调查表按照要求把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获得天天饮食10年典藏图书，像这样的书一共有10本呢。非常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，其实吧，咱们跟电视前观众朋友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在明天的节目里，鲁豫请来了王绍刚师傅，教他制作了一道益气补肝、明目清新的芦蒿枸杞炒猪肝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